阿公来啊、哦！天美，生日快乐！啊，我那是啊，大刚会当看到恁啊，我就感觉足快乐的啦。阿公，你家己看。大家人吼，拢专工来陪你过生日啦，而且吼伫饭厅，佫煮规大桌的菜，当然嘛，互你一个惊喜啊！我着啊，上爱食素丸煮的菜啊！咱无看素丸啦，伊是伫个灶卡伫餐厅食的哦。爸，来，给你啦。你哪会给他带出来啦？都好，伊好好伫咧疗养院养病就好啊！你都唔敢要白走。阿公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叫唔对啊啦，是阿祖啦。是哦，阿祖，生日快乐！好，哎，营养乖哦。啊，你即阵啊，住伫咧疗养院。我看啊，你的病情应该有较好啦吼、哦。啊，个人的阿祖，啊个亲友甲遮的人，你会听得无？啊，雪清阿姨，有的阿姐，阿姨，一丢。你看，伊即毛变较足乖个啦。我甲伊讲，我要带伊来替你过生日啊，伊感觉足欢喜个呢。阿公，阿公，生日快乐！妈，无想袂到你会来呢。啊！你敢不是一直叫我过来？我是看在你有搞副的无法跋倒的份上，给你一个面子，专工过来跟阿公庆祝生日。盈盈，你哪在家？哦，是我带伊来的啦。啊，让伊来看阿祖，至少让伊透一口气啦。是谁叫你会当把伊带过来？我才是伊的妈妈呢，你这半路走出来的阿妈，你无照顾过伊，你是凭什么冤枉我？私底下把伊带出来，你后盖是不是搁要私底下把伊办出院？你要把伊藏起来，要跳锁母阿囝的？不是，姐，妈有想要通知你，谁叫你家己无爱接电话啊？搁再讲，嘛只是替伊申请一下假，带伊倒来甲厝内底人团圆尔，你敢有需要反应遐尼大？团圆，笑死人！是恁不爱领我甲莹莹的，恁联合起来，甲阮万家母甲龙家散体，阮爸去用乖，莹莹阁变到安尼，就连我甲丁慧官落座啊，恁拢无人要出手甲阮斗三工。即马要替阿公过生日，就叫阮过来。雪中送炭哦，是无阮的份啊。锦上添花，就叫我来接到了。你是把我们当作拉拉队？阿伯，我生气了，我气歹身体。你若是无想要回来，你也无要认我这阿公。我问你，你走回来，你阿生气是要创啥啊？我有讲啊。我是给您指头明珠，我才来。顺便要给您知影，无您的指引，我赶快过了真好。这是要给阿公的生日礼物，是一支手表啊。这支手表啊，要百外万，我想应该是配得起阿公的性格。什么啦？妈，我问你，啊，你的户头不是拢给人冻结啦？你倒位来的钱？要这么贵的表啊？
我即摆巴肚内底已经有长虫了，囡仔。这是一位的亲骨疗，就算讲规个环宇集团我拢无法度提走，啊，不过至少有一大部分的财产会当分，所以这当然是百亿继承人啊。这个江崇仁，您当时到做伙啊？江中人，你讲你要照顾我的查某孙，照顾到这款地步，江中人实在是够下流的。你现在是做人世仪呢？你还觉得我很公平啊？我都替你感觉很感谢。你别有嘴说别人，别嘴说自己。你过去不是同样做林国庆的小三，而且你还对过杜光亮，你在两个男人之间你劈腿，你还带林客那杜光亮他的将要把大母赶走，你霸占大母的位，你说我不见笑，我如果跟你比起来，我算是很自爱的啊。就是说的，你怎么有那个面说别人啊？你有听到吗？连你的女儿就这样说你了。林子彤，大义灭亲，没办法哦。子彤，你是老婆公姓？你哪当安尼对你妈讲话啊？对，你妈话的拢对。我过去确实是做过这个建设代，我把我的国庆的家庭，把因拢给煞掉，只会跟我后悔。啊，不过这个伤害是永远无法度弥补的，心敏啊！我无希望你跟我同款，吃老才来后悔，好无？小哥，我吃老会后悔啊！你莫阁把你家己当作是阮妈，只有我只有这小偷才这能力。你手人的红色掉是唔掉？妈，你莫阁牵拖别人，好无？咦，自从你失去记忆了，你哪会个性转变啊？你唔得替我讲话，好话假是唔才对。白姨因治疗一阵啊，伊个头壳较清醒啊。颠倒是你，你愈活愈回去。我看你应该去疗养院乖乖的啦。你唔才去疗养院去用乖，我警告你哦。你莫想讲要甲我用洗脑。我回去了，我会甲疗养院提出警告。除了我这个监护人以外，其他的人私底下拢不准去见伊。好啊。讲啥话啊？爸，你若是要甲这个家庭哦，切甲离离离哦，我尊重你的选择哦。看你是要跟江中人，还是安怎？也不过啊，你以后你伫外口，你莫甲人讲哦，你是我第七五的查孙，我第家。无你这款败坏门风子孙，放心，我将来拢无提我是你的早孙这个身份去讨任何的好处。卖走就卖走，我才无得稀罕。哇，安尼哦，我将世界集团归何子彤啊！我个更加无负担，我早就讲过啊啦。只要子彤啊，甲将军结婚，我就将世界集团啊交予子彤。江家姐，阿公，你要甲世界集团花哦？子彤，啊你先弄啦，阿公之前就讲过啊，根本你袂记啊。好啊好啊，拢卖讲啊。你即马吼，马上甲我出去，你莫留伫遮吼，你阿我受气。好啊，我走。恁拢莫甲阮母仔囝留落来。
甲妈妈会转，行，行，甲妈妈会转啊！什么？我无爱，我要陪阿祖过生日，我要甲大家做伙过生日。对妈妈会转，行，放手，放手啊！你敢无听伊硬讲要留伫遮？要走，你家己走。什么？哎，思彤。你是要去到位啊？刚讲你要去办什么？啊！我去把这提去海伊啦。卡贝阿公，你快来查吧。靠慢的啦，等我一下啦。林子彤，你叫我到底是要创啥？你有啥物毛病啊？你头路嘛看到，我去互伊定人骂到安尼啊呢？敢讲你搁爱我回去继续去互伊骂？这你提转去啦，袂准拄煞。你爸爸我赶快出边互汉良爸爸，伊收到的时阵伊搁足欢喜的。迄当中我看伊足袂顺眼呢，佮讲一个外公的地主娘是凭啥物挂百几万的手表啊？你是讲啥？你想叫妹妹赶快手表还做？你是已经袂晓记汉良爸爸，还是你是要赶快手表来怀念伊？我真正是看无你伫想啥呢？林子豪，你是气笑是？你是搞亏？啥物汉良爸爸？你哪知影汉良手头迄个手表是我送？是谁跟你讲这件代志啊？你送手表给伊时阵，我才二十岁。你讲二十年是一个纪念，迄当中我阁听无你的意思，是讲恁做伙二十年啊？啊，不过伊的错人，我永远拢会记。张启，林子彤，你莫伫我面头前假做英明，我看了讨厌。到底是谁跟你讲这件代志啊？我无假做是伊，因为我就是伊。我是洪金龙变做林子彤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是伊。这个江超强确实是厉害，竟然想出这款办法，确实会当神不知鬼不觉，让家地界的人木甲变鬼，替朝元出一口气。唔免。我即马有江崇仁这个大靠山，要安怎林地遐个人拢会用的？我无需要伊硬聊落去，我一定爱赶紧让伊硬变得去原本的模样。妈，我嘛无希望你聊落去，去做江崇仁的事宜啊！这只是暂时的，我早班哦，拢是江崇仁的大某，我一定会把彭秀兰赶出去，到时阵。彭秀兰还有江超强这对母仔，我一定会把他顶到金死死。我不准你去跟超强哦！你怎么跟江超强的感情变得这么好啊？那是因为现在只有他会跟我斗三工替我 cover。搁再讲，我真正是无希望看到妈跟江超人迄个老伙仔高高顶，真正是足歹看的。我家己逐天照镜嘛，拢足想要吐的呢。啊，不过为了要把世界集团提到手，咱就搁较忍耐，好不好？你赶紧哦，去把你巴肚内底迄个泰戈镜提掉啦，跟江崇仁分手。莹莹，你听我讲，恁妈即马伫个尴尬位置真悬，当伫个调色，哪有可能话退出就退出？搁再讲，伊若是要提分手。万一江崇仁因为安尼忘恩负义，想要甲伊报复，你妈毋是加麻烦呢？那恁即马毋着骑虎难下啊？无毋对，咱即马啥拢袂当退出，只有继续才活路。丁慧官讲了无毋对，要赢，咱着爱总赢；要输，咱着是总输。咱一个拢袂当退。